其实我老公那当时也对我挺好的，结果我公公参与一些，搞得我夫妻现在不好，而且我公公还叫我老公打我，叫我老公把我推到上楼，就是楼梯口嘛，他说推下去，推死了，把打死了，他说我钱拿出来赔。作为一个男人，如果我去赚钱，赚的每一分钱都拿来赌博，哪个家庭能坚持到8年？从2018年赌到现在，外面欠了多少钱我不知道。我从今天起也不会去赌博、打麻将，我也会孝敬你。老公，我已经也做了。